OK，哦，开始了吗？我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开始了，快快快！有点激动。那两个还不下来？对对，那个几个下去下去下去！哎呦，好小绿啊，简直！捐钱赚钱的。啊！我不应该下去的。我靠！这是什么鬼玩意儿？好，跳过动画。学员跳过。等等，位置被重新安排了。应该是有座位。我靠！米扎提，你怎么穿裤子？米扎提这个眼镜太酷炫了。二郎神吗？你为什么要穿裤子啊？我在想，那会我在这个船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笑死了！我在里面跳舞，我在迅速跑，我被碾过去。看醉了，啊！我看到我了，东升。哦，我卖东西了。对，跳我被卖，我东西卖掉的钱。做卖。我是创挂东西，就一直看到那个钱卖的。前排花生瓜子。你家弟不是说好不穿裤子的吗？就是真的。安静吧，安静吧。如果谁在这个时候掉线怎么办？掉了。好了。啊。位置还原了。他们在上面。裤子脱了，这就完了。解完了，又解完了。炸了炸了！
他说是 Misaki 存的钱给艾米买的戒指。这不现实。有啊，失业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嗯？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不知道，到时候看。约不到。不能说话啊，要上麦的。麻烦，反正大汉在直播了呀，让大汉直播就好。我操，这一趟我完全。你可以说话了，居然。嗯。嗯，这里不要上麦啊。好大一个戒指。我靠。一大战戒指。来，快点。我操逼，又干的这个眼睛。你。我穿裤子已经很好了，好吧？你妈你这好，拿起三十克拉大钻戒我去。哎，你这个你这个钻戒有西瓜那么大。哎。比较可爱。刀币。你那还金元后边。看你的手被炸掉。爆了爆了。爆了。这恐怖大的钻戒，氪金。我操！这无法直视，就像看一个穷逼一样。你待会儿还要飞起来亲亲你，钱是我出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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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，你妈！我出的，你他妈杰根换他要跟我 AA。我要结下面的例子。你们能跟你们说爱你结婚就是 AA， 然后房子还是我出的。你们不在这个时候吐槽吗？哎，戒指呢？哎，艾米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艾米，戒指呢？戒指呢？戒指呢？对了，我给你戒指被丢了。比赛戒指没戒指啊！我操！你把戴着手套戒指就没了吧？啊！他本来就配手套的。SE 这个傻逼！你这个没戒指都把拿手套了？太可怜了！我没结婚，我跟你说，我没结婚的。本来是一个爱情剧，被你们搞得像喜剧一样。我觉得在看二人转。没有人抢婚呢。我傻微笑，我可真微笑。我操！我觉得这一路全部人都无法，真是完了完了完了，一世英名被毁了。淡定，淡定！他妈的，他妈的，戒指在哪里呀、啊？说好的戒指呢？没戒指。好像大变态。哇！我飞起来了！哇！我操！好屌！你看到他们要飞起来亲亲？也是要嘲讽。我要截图。不要截图！不要截图！无法直视！无法直视！一世英名毁了！Oh my god！ 大美呀！还没接到。其实我有接到，但是我不会放出来，实在太恐怖了。来，全部排好队，我们来照相。
阿米，把你的屁股撞过去。为什么要挤在这里撞呢？因为你们现在排的最整齐啊。哎，真的，怎么就那么几个人？阿米，你能不能够撑？阿米，你能不能够淡定？等一下啦！我操，我选个好位置了。你怎么选都是那么丑。后面气针可知道浪费，气针掉下来，气针可知道浪费，我怎么说？他们要很累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刷到气针。看我呀，逗逼！看我那么高，我那么高，哎。我操，那个怎么比我还高？我操！好 ，OK。还拿着腿，我靠！我操，狂照不到气声啊！哎，照到了，照到了，终于有一张照到气声了。我敢说可以进来了。哎，我操，可以进来了。哎呦操！还那么傻逼到外面，农民进城，农民进城，我操！农民他妈跳到中间了，有四个人的站台的上头人。没有，还有他要驮你鸟回去吧。洞房了，不是我的宠物还没拿到呢，不能结束了。那就你出去之后就有了。我们现在出去有没有？现在出去没有，你要等他出去。他怎么都在看动画呢？你等他那个。哎，来，农民工们，刚才其实已经合影到了。农民工们，要不要来照相？哎，阿米让你去哪了？你到这个走廊这里。我在这儿啊，大兵。不打兵，打什么好战的？你们身后有没有翅膀啊？不对哦，我点了个丽丽。不对哦，不是丽丽。你要干嘛去？你还跳不上来，这个傻逼！你穿长裙还给艾米一块飞死！三点零，婚礼现场出轨！你去吧！三点零要比你高！呵呵，气氛社交塞给艾米，真的好！什么玩意儿？巨小一个！其实那个新疆裙子是不是变长了？下一趟了，你们要出门了，你们要出门了，快！你跳过了没？跳过了这点。出门了，婚礼就结束了。然后所有人都会有宠物。我靠，小天马你都参加了几次婚礼了？我都没宠物操。你去想这群人在干嘛？我已经参加了好多了，自己都疯了哦。好了。回去疫情日记了是吧？是啊，疫情日记的好吗？日记要疯了，这群人一点规矩都没有，什么规矩，两个基佬下去基佬太长了，下去了基佬。It's shower 啊、没事，炸鸡，我跟你退场。你想多了。
们才是真爱呀、啊！一群人拿着武器在门口等他们。大吉的天明明是小茶。哎，又撤的走了，你们两个呆逼还留在那地方。嗯，那个他们要走了。林克都在门口领小礼物去了。哎，阿米他选的最土的步行出去，一点都不土豪。走逼，应该横着走啊。你妈做鸟裙子是不是从那个鸟屁股后面穿过去的？对啊，金鸟走啊。那个婚礼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牺牲了那个色相，完成了那个爱你对少女的幻想。光着身子的我。大兄在那个台上。救我呀！然后门口这两个都是日机。哦，没有，他那个随机。我操，这完全不想接触，还深情对望，深情对望，你妈咪这么土，这么穷，你看。然后把所有人都关在里面。我穷。呵呵。好、哦，有东西。哦，出来了。我操！我也要宠物。好，看到了。哦，我们的宠物了。妈蛋，我的鸟呢？哦，宠物。宠物在哪儿？在包里。道具，道具，就是那个贴纸变成宠物了。哪个？我看到了。紧贴变成宠物了。那个。可是我没宠物的。蛋糕吗？看到了。